好大压力啊！在香港生活压力咁大，成日都放松唔到。如果可以飞一转泰国就好啦。虽然依家得个谂字，不过咧最近湾仔咧有个泰式庭园，充满亚热带气息，可以俾你感受到泰国嘅悠闲风情。一望就见到呢一度充满古朴味道嘅泰式古木门廊，感觉好简朴自然啊！祠堂被火山石围绕，好有大自然的原始感觉啊！旅人蕉是一种常绿乔木状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，它的名字这么有趣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是源于它的叶鞘有大量液体，在干旱的沙漠，旅人会将它当水饮用来止渴，所以就叫做旅人蕉了。今次东方园圃除了有泰式风情，还有中国古风同日式庭园风格的花圃，想一次过感受不同亚洲风味的园圃，不用下下跨区行几趟的，在家用手机看网上发展，一样可以饱览这么多个不同花圃。